摧残无益，世人现身依不得戒，而得真意受戒。若犯四十八轻戒者，对手忏悔，便得罪灭，不同弃争而教谢师，于是法中一一好解。若不解大圣经律，若轻若重是非之相，不解第一义谛，习种性，长养性，性中性，不可坏性，道种性，正法性，其中多少观行出入，持禅之一切行法，一一不得持法中义，而菩萨为利养故，为名闻故，二求多求，贪利地址，而诈现解一切经律，为供养故，是至欺诈，亦欺诈他人，故以人受戒者，犯轻垢罪。第四十二，为恶人说戒戒，若佛子不得为利养故，于未受菩萨戒者前，若外道二人前说此千佛大戒，邪见人前亦不得说，除国王于一切不得说，是二人被不受佛戒，名为畜生。生生之处不见三宝，如目实无心，名为外道邪见人辈，目头无意。而菩萨于是二人前说七佛教戒者，犯轻垢罪。第四十三，无忏受施戒，若佛子信心出家，受佛正戒，故起心毁犯圣戒者，不得受一切团业供养，亦不得国王地上行，不得饮国王水，五千大鬼常遮其前，鬼言大贼若入房舍，成一宅中，鬼父常扫其脚迹，一切世人皆骂言佛法中贼，一切众生眼不欲见，犯戒之人畜生无益，木头无益，若毁正戒者，犯轻垢罪。第四十四，不供养经典戒，若佛子常以一心受持读诵大圣经律，剥皮为纸，赤血为墨，以水为水，击鼓为笔，书写佛戒，木笔骨直，捐属竹帛，一息数尺，常以七宝无价香花一切杂宝为香囊，圣经律卷，若不如法供养者，犯轻垢罪。第四十五，无化众生戒，若佛子常起大悲心，若入一切尘意色宅，见一切众生，应当畅言，汝等众生皆应受三归十戒，若见牛马猪羊一切畜生，应心念口言如是畜生，发菩提心，而菩萨入一切处山林川野，皆使一切众生发菩提心，是菩萨若不发教化众生心者，犯轻垢罪。第四十六，说法不如法界，若佛子常因教化起大悲心，若入坛月贵人家，一切众中不得立为白衣说法，应在白衣众前高座上座，法师比丘不得立位为示众说法，若说法时法师高座，香花供养，示众听者下座，如孝顺父母，敬顺师长，如是火婆罗门，其说法者若不如法说，犯轻垢罪。第四十七，非法自现戒，若佛子皆以信心受佛戒者，
若国王、太子、百官、士部、弟子、志士高贵，破灭佛法戒律，名作自法，自我士部弟子，不听出家行道，亦复不听照例形象，佛塔经律力同观自重，使安寂寂身，菩萨比丘立地，白衣高坐，广行非法，如宾如是主，而菩萨正应受一切人供养，而反为观走使，非法非律。若国王、百官好心受佛戒者，莫作是破三宝之罪；若故作破法者，犯轻垢罪。第四十八破法戒。若佛子以好心出家，而为名闻利养，于国王、百官前说佛戒，更于比丘、比丘尼、菩萨戒弟子作戏服饰，如欲求法，如宾如之法，如狮子身中虫，自食狮子肉，非于外传。如是佛子自破佛法，非外道天魔能破。若受佛戒者，应护佛戒，如念一指，如是父母，不可毁破。而菩萨闻外道二人以二言谤破佛戒之身，如三百魔刺心，千刀万丈打拍其身，等无有益，临至入地狱经百劫，而不用一闻二言破佛戒之身，而况自破佛戒，教人破法因缘，亦无孝顺之心。若故作者，犯轻垢罪。如是九戒，应当学静心奉持。诸佛子，是四十八轻戒，汝等受持。过去诸菩萨已诵，未来诸菩萨当诵，现在诸菩萨今诵。佛子听是众四十八轻戒，三世诸佛已诵，当诵今诵，我今亦如是诵。汝等一切大众，若国王、王子、百官、比丘、比丘尼、信男信女，受持菩萨戒者，应受持读诵、解说、书写佛性常住戒卷，流通三世一切众生，化化不绝，得见千佛，佛佛受手，世世不堕恶道八难，长生人道天中。我今在此树下列开七佛法界，汝等当一心学波罗提木叉，欢喜奉行。汝无向天王品阙学中一一广明三千学者，实作听者，闻佛自诵，心心顶戴，喜悦受持。尔时释迦牟尼佛说：上莲花台长世界如舍那佛，心地法门品中，实无境界法品尽，千百亿释迦亦如是说。从摩西所罗天王宫至止道树下，住处说法品，为一切菩萨不可说大众，受持读诵，解说其意亦如是。千百亿世界，莲花藏世界，围城世界，一切佛心藏、地藏、戒藏、无量行愿藏、因果佛性常住藏，如是一切佛说无量一切法藏尽。千百亿世界中一切众生受持，欢喜奉行。若广开心地相向，如佛华光王品中说明，人人会讲，能持如是法，未成佛道间，
安获五种力，一者十方佛，明念常守护；二者命中时，正见心欢喜；三者身深处，唯敬菩萨有；四者功德具，戒度悉成就；五者今后世，信戒福慧满。此是诸佛子，自诸善思量，即我着相者，不能生是法；灭受取证者，亦非下种处。欲长菩提苗，光明照世间，应当尽观察诸法真实相，不生亦不灭，不长复不断，不又不异，不来亦不去，如是一心中，方便行庄严，菩萨所应作，应当次第学，于学于无学，勿生分别想，是名第一道，亦名摩诃眼。一切细润恶，悉由是处灭。诸佛萨婆罗，悉从是处出。是故诸佛子，宜发大勇猛，于诸佛境界，破执如明珠。过去诸菩萨，已于世中学，未来者当学，现在者今学，只是佛行处，圣主所称叹。我以随顺说，福德无量具，回以施众生，共向一切智，愿闻是法者，悉得成佛道。傍网经菩萨戒本中。好，那各位六众二十八亲，各位就以后回去看，今天这一本念完带回家好不好啊？记得初一十五拿出来诵戒忏悔，乃至呢更能去实践。那等一下我们休息二十分钟以后，就要正式来传十众四十八亲。那完了，那个时候各位就不用穿的，如果你有带曼衣，就要先脱下来，因为受完戒以后才穿上曼衣，也叫菩萨戒衣啊。然后呢，就来回向。那回向完以后，我们就做百位的回向。然后呢，这部分的法会就圆满。然后再来，你们要拜三昧水忏，水洗功德，或是不拜。然后，所以大家休息二十分钟，等一下要正式受戒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、放生、施食、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、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彦。国内社区疫情风险相对较低，但仍会有境外移入案例，请国人持续注意疫情的发展，也随时做好个人防疫的措施。在签收邮件与快递时，请务必注意：一、如果无法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，签收前请先佩戴口罩；二、签收前后请记得清洁双手。另外，可自备签字笔
或以印章签收，降低碰触的。